今天会有一条长238米 一共100节的巨型金龙在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以及各主要景区里面巡游，寓意将好运带给所有的居民还有来澳的游客。兴奋吗？开心吗？掌声来一波可以吗？ 喺呢度，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出席。